今天大家都来得挺早的哈，是不是都不担心讲笑话？你们看见刚才谁跟在我后面进来的吗？没看见，那我们看下一个谁进来，好吧？就是那位男同学。你们看见是哪一位了吗？看着你们这个组没有去年那个小组这个主动，去年一进来说就是那个同学，他就走上来讲笑话。什么是货币？我们在这上面有大概，我想这个定义大概是各种各样的，但是我们在这上面列了两个。第一个，大家如果看过马克思的这个著作，应该会记得他马克思说的什么是货币，就是作为一般等价物的特殊商品。一般等价物的特殊商品是什么意思？就是所有的产品你都拿来，都可以拿这个来做一个等价。拿一瓶水也好，拿一支笔也好，都可以拿我这个东西来做这个衡量，一般的等价物。那么这个我们的这个教材，这个 Michigan 的这个定义好像稍微长一点，但实际上它这个意思也是差不多。他说什么是货币？货币就是我们可任何在商品和劳务的支付
或者偿还债务的时候被普遍接受的这个物品。这个东西如果是你还债也好，如果是这个支付劳动报酬也好，每个人都愿意接受，它就是货币。我们今天知道的这个货币一般都是什么样的货币？都是人民币，对吧？10年前的时候恨不得大家都付美元，今天要谁给谁美元付工资就有意见。10年前的时候你问这个在国内很多公司跨国公司的这个雇员，在国内你说我给你定这个薪酬可以美元也可以人民币，大家都选择美元。今天谁还是美元就觉得亏得不得了。是不是因为美元不愿意，大家不愿意接受？当然不是这样的，对吧？为什么今天都愿意接受人民币？10年以前大家都愿意接受美元，有谁能告诉我是什么原因？有看法的请举手。对，你说。购买能力不一样。对，购买能力不一样，但是更大的这个购买能力不一样，是因为相对的购买能力不太一样，对吧？因为你在初始点的话，比如说我今年2011年我雇你，我可以给你10000美金，我也可以给你66000人民币，这个时候购买力是一样的。大家不愿意接受一个货币和愿意接受另外一个货币的原因是什么？是因为未来的购买力可能不一样，对吧？为什么现在都愿意接受人民币不愿意接受美元？是因为大家的预期人民币相对于美元可能会升值，这样的话我就不愿意要美元。10年前15年前的时候就不一样，美元才是最坚挺的货币，今天就不是这样，是吧？所以从概念上来说，美元和人民币都是货币。再反过来说，如果是在100年前的时候，你到地主家里去干活，你借了东西，借了钱，或者是你做了工作，他给你付给你的这个是一担的这个大米，如果你接受了一担的大米，你也可以把它看成一种货币，对不对？大家都愿意接受，你可以把这个一担大米去还你的债，你跟给人干活，他给你的大米，这也是一种货币。所以货币不一定简单的我们今天想到的纸币，可以是各种形式，可以有各种形式。我们下面还会具体讲到，有实物的，有现金的，有纸币的。现在很多这个货币我们根本都看不见的，电子货币，对吧？昨天我说的美联储的量化宽松，我们形象的说法是滥发货币、乱印货币。这个最典型的说法是美联储把这个印钞机都给打开了，使劲的在印。但事实上它的印钞机有没有开啊？没有开，它就是通过电脑在这个美联储在这个资本市场上的一个账户上给它增加了6000亿美金的这个额度，就开始工作了。这个同样是货币。所以货币的形式其实各种各样，我们只不过是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看到的，我们用到的更多的就是这个纸币，人民币我们现在用最多，对吧？货币一般有什么功能？货币基本上最简单的有三个功能。第一个功能就是定价，就是你这个产品用什么样的价格来定。以前举个例子说，我们中国这个以前都是用白银，对吧？白银到这个酒馆里头去吃饭，当然到酒馆里头去喝酒吃饭，直接拿银子的其实不太多，是在小说里头才出现的，对吧？买人家的房子才是拿银子的，去喝酒是拿铜板。那么这个货币它所起到的一个功能就是，比如说1两酒是10个铜钱，或者是说这个一个房子50两银子，就是你这个是给你定了一个价格。它首先的第一个功能就是定价的这个功能，价值尺度，这个我们上面写的第一个。第二个很重要的功能
就是这个支付的这个交易的媒介。交易的媒介，我跟你做生意，我跟其他别人做生意，我们知道我们现在在中国有一些特别偏远的这个地区还是有物物交换的，到市场上去不是说我拿着人民币去买，而是到市场上去的时候我背着一头猪，哎，他挑着一担大米，我们俩做生意，我想要这个吃大米，他想吃猪肉，做起来比较困难一些，对吧？你要把你的价，这个大米的价格和这个猪肉的价格给搞清楚，然后才能算出来我的一斤猪肉相当于你的几斤大米，这个可能就比较复杂一些。所以如果你有一个交易的媒介，一个是用货币就来定价，猪肉5块钱一斤，大米1块钱一斤，这样的话计算起来就比较容易，对不对？但是在交换的过程当中，我不需要背着猪去到市场上去换大米，我哪一天把猪卖掉了，我把这个钱放在口袋里，什么时候想吃大米就什么时候吃大米，不是说一头猪挑到市场上要这个背，要挑这个好几担的这个大米回来，我把钱放在口袋里，什么时候想给它花就可以花。那么这个第三个就是储藏手段，你生产了一个产品，生产了一个产品，当然你需要消费，但是我可能今天想消费，也可能明天想消费，对吧？你一头猪养大了能干什么？我能背到市场上去，那我必须今天把以后想消费的东西全部都把它给买回来，对不对？你这一头猪你不能说我今天割一块去卖卖，明天再割一块去卖卖，当然首先你把它腌了也可以，如果是这，不然的话你不能今天一点明天一点。但是这个货币的好处就是，我把这个猪卖掉了，我把这个钱放在口袋里头，我今天想花多少就花多少，明天想花多少就多少。大家想象一下，如果没有这个货币的话，我们每年开学的时候学校里头会有多忙啊，都是挑着大米背着猪都来了，对不对？那这个就是一个非常繁杂的这个过程。现在大家来都很方便啊，都是这个口袋里头装了钱，有一些更先进的根本不装钱，对不对？在我们在这个90年代通货膨胀很厉害的时候，这个我们浙江人到这个广东去做生意，怎么去的？背着一麻袋的这个人民币去买东西去。当初的时候他最关键的问题就是你没有这个银行，没有这个信用卡，没有这个银行卡的这个，都是背着钱是最现实。现在不需要了，现在你直接拿着一个银行卡，你爹每个月给你上面打一点钱，你都不需要这个实物的这个钱换来换去，对吧？所以一个货币，我们从这个标准的这个来看，我现在才发现我们今天提早了10分钟开始了，是不是？不好意思，晚来的同学我表示歉意，我怎么把它想成7:30就开始了？不过你们也来得够早的哈，都怕讲笑话是吧？那也好，反正已经开始了，一会儿我们早一点结束。那个货币基本上就是三个功能，一个是交易的这个媒介，第二个是价值的尺度，第三个是储存功能。这样三个功能听起来非常简单，事实上非常有意思。大家想一想，我们现在国际上最重要的货币是什么货币？还是美元嘛，对吧？大家有没有听到经常有经济学家说美元可能不行了？有没有听到？没有听到，没有听到。我告诉大家，现在有很多担心说美元可能不行了。如果大家看这三个功能，交易的这个媒介、价值的尺度和这个储藏的这个手段、储值的手段，大家觉得这三个里头，我们说美元可能要出问题，是哪一个最容易出问题啊？价值尺度、储值手段，其实是从现在来看的话，作为交易的媒介，也就是说，大家还愿不愿意接受美元？好像没有出现太大的问题，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经济活动当中，对吧？美元作为这个价值尺度，
有没有问题？是有一些问题，比如说中东有很多国家说我们以后不要美元了，我们以后的这个石油价格，一开始他们说都用欧元来计价，后来欧元也不行，后来说我们自己设计一个货币来计价。那么确实就说明有一些人已经考虑到用美元计价可能是有问题，所以他们愿意用其他的这个价值。但是从总体上来说，我们现在到国际上去，大家还是基本上用这个美元来计价，对吧？石油多少钱一桶都是说是美元，对不对？黄金多少钱这个买卖也是有这个美元。所以从这个美元的世界货币的这个功能来说，它的各个三个功能来说，其实受到最大的挑战的是美元的储值功能。美元的储值功能表现在最简单的就是我们刚才说的，对吧？以前给你美元喜欢的不得了，因为觉得美元是第一是世界货币，哪都可以通行；第二是因为这个美元给了你以后，我在口袋里头存两年拿出来可能更值钱了，因为美元非常坚挺。今天出问题主要是出在这个地方。大家如果是曾经看过这个于永定教授写的关于我们国家的外汇储备的问题，经常有人说哈，说中国的外汇储备，谁知道我们现在我们中国外汇储备有多少？24000亿。你这个消息大概是去年年初的消息吧，啊，现在应该有28000亿吧，很快就有30000亿了。在1996年，于永定教授写了一篇文章，说外汇储备不能太多，这个是这个对经济宏观经济这个调控其实是很不利的。他当初写文章的时候，大家猜猜我们国家有多少外汇储备？800亿，1000亿美金，还差不离，你还不错，1000亿美金。结果从这个1996年说到今天，已经说到30000亿美金了。他说我自己觉得还是比较失败的，一直说不要积累这么多外汇储备，越说越多。那么原来说明其实没有很多人认同，他说这个外汇储备积累了多不好，积累了多不好有各种原因，今天我们不讨论，以后我们在国际金融里头会讨论这个问题。那么有一个比较直接的问题，就是30000亿的外汇储备放在手里头，首先大家想到的一个问题是，我们为什么老要把钱给美国人去花去，对不对？我的外汇储备是什么？我其实买的是美国的国债和其他的一些美国的资产。美国的国债是什么意思啊？就是美国政府缺钱花，发行债券。我们中国人说啊，我们有钱，你需要花吗？这儿有不少钱，所以我把钱给他，他给他花，他给我写一张欠单，说这是这个美国的国债。那么对我们来说，为什么要有这个外汇储备，有各种各样的原因，今天我们也不讨论。外汇储备的这个目的其实是很复杂的，但是有一点很多人会考虑的，就是那我今天30000亿美金它应该起码能给我们保值嘛，对不对？你不能说今天30000亿美金很辛苦的存了这么多钱，到了几年以后我这个钱都很不值钱了。大家担心的是储值功能出了问题。储值功能当然这个都是相对的了，有很多这个经济学家说人民币不能升值，人民币一升值我们的美元更贬值，我们的美元这个外汇储备就更不值钱了。这个我觉得不是特别有道理，因为外汇储备，如果是你有外汇储备30000亿外汇储备，你看它是不是值钱，不是相对于人民币而言，是相对于你以后要花在什么地方。你以后的目的不是说要把这个钱拿到国内来用了，对不对？中国以后需要什么？最简单的一条，如果外汇储备以后要花的话，中国长期来说缺什么？大宗商品资源，对吧？所以我的外汇储备最重要的一条，就是我如果还能买到这么多的资源产品，能买到这样的能源，那么购买力，如果是这个购买力能保证，事实上我的这个外汇储备可能还是值的。但是这里头有一个非常不好的这个消息，我们昨天已经讨论了，对吧？美元贬值的时候
很多大宗商品的价格是往上走还是往下走？往上走。也就是说，美元在贬值的时候，恰恰使大宗商品变得越来越贵。这样的话，大家想一想，如果你手上持有很多美元的话，你担心不担心？当然，我先再提醒大家一下，考虑外汇储备是不是合适，是不是合理，不是就是我刚才说的这个简单，还有很多其他因素我们以后要讨论的。但是储值功能里头，美元出问题，大家担心的最重要的一个功能，就是它的这个储值功能可能出现问题。储值功能一出现问题，就是大多数人都不愿意大量长期持有这个货币，这样的话对它这个货币长期发展是有问题的。那么如果大家愿意推一下，以后回去想一想，现在大家都说人民币要国际化，对吧？人民币要国际化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人民币在国际上也要发挥这三个方面的功能：交易的媒介、价值的尺度和储值功能，对不对？大家回去想一想，人民币国际化最大的障碍在什么地方？今天不用给我回答哈，也许我哪一天就给你变成你们的这个第一个作业了。为什么这个货币比较重要？我刚才说开玩笑说，如果没有货币的时候，大家看过这个江浙一带有一个粤剧叫《梁山伯与祝英台》，大家看过吗？没看过哈，江浙的人大概看过。里头有一段戏，就是说这个祝英台到这个杭州去上学的时候，他这个书童给背了挑了一大担的这个东西跟着一起去。那么这个就比较麻烦，而且我刚才说，如果是比如说我们家是养猪的，对吧？你们家是种这个水稻的，那么我们两个之间做交换，我需要这个大米，你需要猪肉，我们做交换。但是大家想一想，日常生活当中交换不是这么简单的，对不对？我如果是一个养猪专业户的话，我不是说光吃大米就可以了，对不对？我还需要吃蔬菜，我需要各种各样的消费品，我需要买衣服，我需要各种各样的产品，这个时候怎么交换就比较复杂。我只能把我的一头猪给这个杀宰了以后，把它切成不同的块，在市场上挂着，说这一块换大米，这一块换这个蔬菜，这一块换各种各样的东西。那么它的交易成本非常高，对吧？在这个过程当中，交易成本比较高。我们这上面的一个例子是 Michigan 在他的教材里头举的一个例子。当然，我们这个你们的林念师兄把它给现代化了。人家本来是苹果，是大米之类的，现在他给它变成了 iPad 和 Kindle 了。但实际上这个道理是一样的。这个上面的故事说的是什么呢？就是说我刚才说的，我有猪肉，你有大米，这个交换还是一个相当简单的这个交换，对不对？简单在什么地方？简单在你正好要吃猪肉，我正好想要大米，对不对？但是往往事情不是这样的。我们这个经常开玩笑说这个今天我有猪肉我还算是比较好的，因为猪肉我拿出来大家都愿意吃嘛，对不对？不生产猪肉的人，这个猪肉的人都愿意吃猪肉。我今天如果是不会做事情，就像我这样的，我会什么呀？你们觉得我会做什么呀？会讲课是吧？对，那我怎么办呢？我得吃饭，我只能是在这个纸上挂一块牌子，谁愿意听货币银行课，我讲一小时，你能不能给我三斤大米？我就到市场上去了，对不对？那我得吃饭呢，我今天我也不会干别的。当然你要是需要人给你扫地，我也可以考虑，对吧？但是我的比较优势就是讲课，但这个东西就比较难。你说我在中关村转一圈，大家猜猜有多少人愿意说给你三斤大米听你一小时的这个货币银行的这个课？估计可能性不是很大吧，对不对？
还有一个更糟糕的是什么？更糟糕的是，愿意听你三小时、一小时课的人，他没有大米，他只有一个 iPad。那我就麻烦了。当然我也很喜欢 iPad， 对不对？可是我首先要解决的是吃饭的问题。那怎么办呢？我首先讲一课，关键是 iPad 的人不一定想要听课，如果他要听课那也行，那我先讲一课，我就把他的 iPad 拿来，然后我还得在中关村转悠，对不对？我有 iPad 的说，谁有大米，谁愿意拿大米换 iPad？碰到的第二个人，他也不想要这个 iPad， 有大米的人不想要。哎，穿出来一个人说，他说我有光盘，你想不想要？不是你们想象的那样的光盘。这样的话，就是这个交换的过程非常复杂。那么这个到最后实际上就是说，你想，如果是这个小张有一个，他有一个 Kindle， 他想要一个 iPhone， 他想要一个 iPad， 他想要 iPad， 他怎么办？首先他得跟小王去换他的这个 iMac， 就是我的这个经济学课程先换一个这个 iPad 又换成了这个其他的东西，来来回回的换，这是反映的一个什么问题啊？交易的成本，就是你没有一个没中介交易的这个中介，这样的话你在市场上来来回回的倒。你如果有了货币，就解决这个问题，对吧？我有一个这个，我有一个 Kindle， 我到中关村这个市场上一问，我说这多少钱？大家说你这个可能是这个旧的，质量不是非常好，200块钱。我拿了200块钱，我就可以去买我想要的东西，这样的话，这个一下子交易成本就给降低了。所以我们的这个货币，实际上这个起到一个提高效率和这个促进经济发展的一个很重要的功能。在人类的历史上，经济的发展过程当中，最早的时候当然是没有交易的了，对吧？都是自给自足嘛，你生产什么就吃什么。生产什么消费什么，这个是最早的阶段，原始的阶段。后来发展了以后就有交换，交换的时候就开始，一开始的时候实物交换，我的这个实物产品和你的实物产品交换。但是后来发现非常麻烦，你这个我们现在其实有一些少数民族地区在比较偏远的地方，还有在市场上你去，它就是实物交换，实物交换的成本非常高，而且你会花，你想我的这个经济学这一门课，这个货币银行课，我得花多少时间才能最后换到我想要的这个产品？它实际上是非常大的降低了你这个大幅度的降低了你的效率。但是你发明了这个货币以后，就把这个问题给解决了。那么这个时候实际上它发生的这个很重要的这个变化，就是原来的时候每一个产品之间都需要一个相对价格，否则的话你没法交换呢，对不对？我说的这个猪肉和大米，大米和蔬菜，蔬菜和这个其他产品，每一个之间都必须有一个相对价格。现在其实不需要了，现在我每一个产品就有一个价格就可以了，然后回头谁跟谁算都可以。所以如果是实物交换的话，你的这个相对价格就非常多。那么这个 Michigan 在他的教材里头举了一个例子，就是如果是我要到这个超市里头要去买东西，那你想这个相对价格都是用什么来表示，就会变得非常复杂。现在是一瓶水说1.25块就挂在这上面，1.25块都知道，对吧？如果是没有货币，大家想一想是一个什么状况，大家都到市场上来都是一瓶水，那就你就需要有一个非常长的这个价格的单子。一瓶水相当于半斤大米、3两猪肉、一把蔬菜，这样的话你才可以跟别人交换嘛，对不对？所以它实际上它的这个效率影响非常大。
那么这个只是给大家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所以如果总结一下说，最重要的，你有了这个货币，才能够使得我们降低这个商品和劳务交换时的这个时间和精力，其实就是提高了这个效率嘛。它恰恰也是促进了你的劳动分工。你想，我刚才举个例子说，猪肉要换蔬大米，如果是这么麻烦的话，最后你想还是自己生产就行了，对不对？家里头自己生产，否则我生产出去了，我不一定还能交换得到你想要的产品，那我完全自己生产。如果是交换变得非常容易的以后，我就很容易专业化，我就擅长于生产这个猪肉，我就生产猪肉，我就擅长于生产这个大米，我就生产大米。那么这个是我们经济人类这个进步的一个很重要的这个表现。分工有很多经济学家把它看成专业化，是看成最为重要的一个经济现象，就是经济发展最重要的这个动力。大家如果有兴趣，可以去看一下杨小凯教授的这个关于这个分工和经济发展的这个著作，他在这方面应该是有非常独到的这个看法。很不幸的是，他这个很早就去世了，不然他的对这个分工和经济发展的研究，确实是非常有这个独到的这个见解。那么，作为价值的尺度，那就是不同的产品之间比较就比较容易。我刚才已经跟大家这个举了例子了，这个储值功能当然这个手段当然就更容易了，对吧？如果是你光生产蔬菜，你只能是这个整天吃蔬菜，或者是说你的这个吃的这个东西只能是今天。我有了这个货币以后，我可以一年到头都消费，但如果你是生产蔬菜，你不可能把你的蔬菜这个放在这个地窖里头，当然大白菜是可以的了，对吧？东北，但是南方就比较困难一些。所以这个也就是说，这个三个功能，这个价值的尺度、交换的交易的这个媒体和这个储值的这个工具，这三个功能如果大家要了解货币，这是最重要的这个概念。我们所有的后面讨论的关于货币的这个引申出来的一系列的问题，包括我前面提到的作为国际储备货币，或者以后未来你想变成一个什么样的货币，都是从这三个方面来看。这很简单，很简单。为什么这个货币发挥什么功能，就是这三个方面的这个功能，这个大家可以看一下。那么货币的形式我上面已经提到了，其实是各种各样的。最早的时候，我们的货币实际上是就是这个都是这个实物型的这个货币，最早的时候是贝壳、金银，对吧？中国以前是这个主要是这个白银和这个铜钱，那么是我们国家的这个主要的这个货币体系。实际上大多数国家相当长时间都是执行的这个副本位制，在西方基本上是黄金和白银同时这个作为这个货币。我们以后可以讨论在1867年以后，他们就都变成了这个金本位制。中国是一个例外，但是这个贵金属一般来说，实物能不能作为货币，它是有一系列的这个条件，并不是说随便一个都可以作为这个货币实物。我刚才举一个例子说给你一担大米也算，大米实际上也算是货币，但大米作为货币其实不太合适，因为它不太适合这个长期的这个保存，对吧？如果是一担大米，今年给你一担大米，这个大米如果我要保存5年，5年以后的大米可能就不一定是大米了，就不太一样。所以说大家可以看一下，一般来说有5个标准，有5个这个特性。第一个是这个产品应该比较容易标准化的，也就是说这个东西拿出来标准比较容易一致。比如说我们黄金可以纯度多少，价值是多少，白银也是这样的，这个价格就比较容易一致，对不对？你说随便一块石头你也可以把它做这个货币，但是它的这个价值就相对来说就不太容易这个标准化。第二是被广泛的接受，有的时候你比如说贝壳在有一些地方是容易接受，
有一些地方就不太容易接受。如果举个例子说，如果是在一个小岛上，我相信一般要用贝壳做这个货币就比较困难，因为没事了就到这个海边走走去捡点钱，这个货币供应量就控制不住，中央银行就会有问题，是吧？那么所以它相对来说要大家容易接受，而且要这个材料是比较可分的，因为我这个钱是要花的嘛，我不能说这100块钱我拿出来100块钱我就是100块钱了。这个今天我要买一斤大米，当然只是给你们看一下，不是给你们这个你得有来回，就是比较这个把它给转换成这个零钱就比较容易。我花的时候我不是说我这个钱一定出去了，那么黄金和白银就比较容易符合这个条件，贝壳就不是特别容易，对不对？我一个大贝壳说我要买这个2斤9，我还剩下一半怎么办呢？你就把它锯开来，这个显然不是特别合适。黄金完全可以，你把它给解开解剖解开来了，分解开来了，完了之后你还可以把它给融合到一起去，对吧？便于携带，便于携带就是你比较相对来说这个规模比较小，体积比较小。我前面说我们在这个90年代的时候做生意，背着一麻袋的这个货币到广东去做生意，那其实就不是特别合适，对不对？你不能这个背了一麻袋的这个货币去，背回来的东西还比它少，它本身就不太适合于。你想想，如果这么多货币你在市场上做生意，光数钱得数多久？所以这个体积相对要小，也就是说它的价值量要比较大。最后一个就是要材料比较稳定，不太容易变化。也许有的人说我们可以拿苹果做这个货币，如果大家都能接受它，如果大家愿意接受也可以啊，但它就是不太容易储存嘛，对不对？一个礼拜以后这个苹果就变化了。所以说从这几个方面来看的话，我们就可以理解为什么黄金白银这样的这个贵金属就变成了这个货币，而其他很多像我们国家铜当然也是可以的，其他很多东西没有变成这个货币。那我们问大家一个问题，钻石是不是很贵？为什么在历史上钻石没有变成货币啊？材料比较少，也就是说货币供应量上不来。还有呢？不可分割，一分割了就贬值了，对吧？本来这个一颗大钻回家这个一割就不值那么多钱了，所以这个它是，而且割起来非常麻烦。我相信这个技术不是说随便在这个市场上说两个人把这个钻石给分开了，拿一把菜刀说把它给切一切，显然就比较困难。所以它实际上是有一些特殊的这个要求，不是什么样的这个金属都可以拿来做货币。那么如果从现代的这个货币来看就比较简单了，代用货币实际上它本身没有什么价值，对不对？人民币举个例子说，人民币值多少钱我们大家都不知道，但是如果是看以前金本位的时候，比如说在布雷登森林体系的时候，1944年后来这个执行了这个布雷登森林体系，实际上布雷登森林体系的一个基本的这个特性就是两个固定汇率制，两个钉住汇率，世界各国的货币钉住美元，美元钉住黄金。所以说在布雷登森林体系下所有的钱发出来，它都是在背后是有黄金相应的黄金做支撑的。美联储当初发黄金发人美元的时候，实际上它一个变相的一个不是变相，一个隐性的这个保证，就是你拿美元来我可以给你黄金，你什么时候想要黄金我就给你黄金。这样的话它尽管发的是这个纸币，实际上它在背后是有这个黄金贵金属做支持的。到1971年的时候，尼克松总统说不干了，尼克松总统说不干了，是为什么？大家都想换美元，都想换黄金，
因为大家感觉这个美元有点变得毛了，美元有点变得毛了，想换黄金，美联储显然没有这么多黄金，最后说不玩了，不玩了，脱钩了，脱钩了之后，当然美元也没有短期内也没有出很大的问题。那么有一些专家就说你看美国人经常说他们从来没赖过账，但事实上把美元和黄金脱钩本身你可以把它看成是一种赖账，对不对？我本来买了这么多，持有这么多美金，你应该给我20公斤的黄金，现在你说不挂钩了，不挂钩美元相当于是贬值的，相当于黄金，所以你相当于是没有实现你原来的这个承诺，这个应该说这个是可以理解。为什么美国总统搞不下去了？是因为当初法国说我这么多美元，我不要美元了，我都卖回去这个美联储，所以当初这个据说是美国人对这个法国人有很大的意见，说捣乱，结果后来让他们就持有不下去了。那么有的人说法国人有捣乱的传统，今年这个沙科齐总统要主持 G20 的会议，其中一个很重要的议题就是拉着中国和巴西一起要设计新的这个世界货币的这个制度。美国人显然不太高兴，但是过几个月沙科齐要到中国来开会，要跟中国一起讨论这个问题，给我们的吸引力就是说把人民币放到 SDI 里头啊，那这样的话对中国也有好处，以后就可以有变化了。具体问题我们以后讨论国际金融的时候再讨论。那么但是这个72、71年、72年以后，我们所有的纸币后面就已经没有贵金属做支撑了，对不对？这个时候现在美联储发出来的钱，或者是我们人民银行发出来的钱，它到底值多少钱，是由什么来支持的，它背后的支持是为什么我们愿意拿这个，既然你都没有贵金属，没有黄金做抵押，没有做支持，为什么美元出来了大家还是愿意要呢？国家信用，对，它实际上是国家信用或者是说央行的信用在后面支撑，你还是相信它，尽管没有贵金属了，它这个货币还是会值很多钱，就像我们国家一样的，对不对？当然现在我们很多人也不太相信人民币了，对吧？说国内这个通胀很厉害，通胀很厉害就相当于你的购买力在不断的下降，但是外国人可都很喜欢，香港这个有很多人，香港的这个银行里头有限制，香港人每天可以换20000人民币，有的人就每天中午吃饭的时候去一趟银行，他其实拿了人民币没什么用，因为他当初的时候没有很多投资产品，但是最简单的一条，他为什么愿意持有人民币啊？他觉得这个人民币是一个肯定是要升值的这个货币，而港币是相对来说比较贬值比较厉害，所以现在在香港有很多这个金融部门的这个人说这个觉得很亏呢，他们因为一直都是用美元来支付或者用港币来支付，但是港币和美元是一样的，所以有很多这个担心。但是总体上有一条，凡是你能发行这个货币，对大多数人来说，你有国家信用，你有央行的信用，实际上是得到支持。没有，最近大家对美元提出很多这个疑问，但事实上从长期来看，大家觉得这个没有问题，所以并不一定是要有你的这个贵金属在后面做这个支撑。那么最后一个下面的就是这个法定货币，就实际上我们所说的就是没有贵金属做支持的这个货币，再加上现在的电子货币，像我们电子支票啦、信用卡啦、电子账户啦等等等等，所以货币的形式其实是各种各样，形式很多。具体的表现形式我们具体就不讲了。那么从这个上面我们大家可以看，由流通中的这个现金，我刚才说了半天，其实都说的都是现金，对不对？人民币也好，美元也好，实际上都是从口袋里掏出来，哪怕是黄金白银都是在日常经济活动当中拿出来就用的。
但是也有这个支票的这个存款啦、信用卡啦、储蓄存款啦等等等等，实际上它们都是货币，货币的形式各种各样。大家可以看一看这上面的这个货币，只是给大家这个举几个例子。有几种货币大家认得出来？美元都认识是吧？那个最上面的什么？英镑。下面的呢？澳币。再下面的呢？泰铢。对，你见到过。泰铢。这个呢？这个应该比较容易吧，哈。美元、欧元。这个呢？胡伯伯，大家认识吗？越南盾。你们要谁能，哦，这上面写着津巴布韦。本来我想给大家有奖竞猜，忽然发现上面写着 Reserve Bank of Zimbabwe。 但是大家关注一下哈，这一张纸币值100万亿，我不知道他们叫什么 dollar 100 trillion dollars。 我感觉他们应该赶紧这个改革了。这个当然都认识了，谁见过3块钱的人民币啊？没见过吧？好像这个最开始的时候，你看我们这个钱是多少？中国人民银行50000元，50000元应该是相当于后来的5块钱。所以我们当初其实这个通胀也很厉害，后来就把4个零给去掉了，这个钱就比较容易。那么这个后面就是不同的阶段的这个货币，这个上面的3块钱应该是我们第二代的这个人民币，所以这个都比较熟悉了。那么我们来看一下跟货币有关系的，央行应该是在今年年初，大家没事有事没事可以到人民银行的网站去转转，看看上面有很多这个消息，有一些消息跟我们有关系。那么其中有一则，你可以有一则你可以看到说，在2010年年底的时候，我们国家的广义货币 M2有多少多少多少，增长了19.7%。狭义货币 M1 余额是多少？同比增长21.2%。然后跟前面相比，最后流通中的货币 M0 同比增长16.7%。这样的新闻我们经常在财经新闻当中看到，当然在央行的网站看到。这里头最关键的概念是什么？ M0 M1 M2 谁知道 M0 是什么？现金。 M1 呢？你们都学过这个，在经济学原理里头都学过了是吧？中红里头学过了。那这样的话我的这个工作就比较简单了，对吧？那么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它的这个定义是什么样的。 M0 M1 M2 还有 M3， 实际上它的定义的这个核心，它的区别有什么来判断它这个是狭义的货币还是广义的货币？最关键的指标标准是什么？流通性，或者是这个转换现金的这个容易难易程度，对吧？越往后的越难。所以既然是这样的话，我就具体就不讲了，大家就知道有这个 M0 M1 M2 M3， 我相信大家都学过，如果是都忘了回头再看一看，这个很容易，就是一个概念。但是这个在经济生活当中，在我们经济分析当中用很多。那么这个现金最多的，应该说在我们做经济分析大多数人用的最多的应该是 M2， 但是这个做具体的市场分析不一定。
比如说很多人做这个股市分析，说我们现在的这个股市到底会不会活，流动性怎么样，他们一般看哪一个指标？ M1 比较多， M1 是比较活，容易活起活动起来的这个钱，对于市场的这个流动性，我们今年股市潜力怎么样，有什么样的这个变化的可能性， M1 就比较多。如果你做的是经济分析，看我们的这个金货币这个发行量对经济的影响，总的流动性对经济活动的影响， M2 比较多。那么在这个里头，我们大家可以看到，这个说的是这个货币的这个发行量，其实有一个很重要的在这里头的一个概念，大家学过宏观应该都学过，就是货币发行量是由谁决定的？你说谁决定的？对，一般来说我们大家都说货币发行是由这个央行来决定，对吧？说美国的钱发多了，美联储有责任，中国的钱发多了，这个我们的这个人民银行有责任。事实上我们如果看这个定义的话，这个是我们在中国的货币供应量当中的指标，可以看出来，第一，货币发行量由谁决定啊？由央行决定，央行决定基础货币的发放。但是基础货币不等于货币供应量，最后的货币供应量是由什么决定的？是由各种存款的这个形式决定。存款的数量是由谁决定的？是由基础货币加上我的货币的流转速度，对吧？如果是我们做生意做得比较快，我们金融活动比较活跃，我借了钱我就用出去，用出去它又存了钱，存了钱以后再存，这个时候后面几轮是由谁来决定的？实际上是由这个商业银行和这个经济这个组织，比如说企业啦、个人啦，共同决定了这个货币发行量。所以说它这里头有两个比较重要的一个指标，一个是基础货币，这个确实是由央行决定，第二个很重要的就是这个周转的速度。有的时候同样的基础货币它可以不动，所以你的货币供应量没有上升，有的时候基础货币量不变但是动得很快，所以你的货币供应就很增加很快。我们举一个例子说，过去一段时间我们一直批评美国的这个宽松的货币政策，美联储发了很多钱，美联储确实发了很多钱，但是美国的货币供应量没有上升。没有上升是为什么？是因为商业银行里头有很多钱，但是都没有动起来，商业银行的钱没有动起来，央行的这个基础货币发出来了以后也没有快速的这个流转。所以你看到的是基础货币不断增加，美联储的资产负债表大幅度的这个膨胀，但是我们没有看到货币供应量的大幅度的这个加速，增长的这个加速。昨天我在这个昨天晚上的时候，在这个新浪微博上看见有一条，是今天吧，有一个人发了一条新闻，说央行最近承认说去年新发了这个货币，增发货币好像是说45亿人民币，45亿人民币，45000亿，我忘了这个数字，最后他按人头来算下来，他说是应该每人30000人民币。然后他就问大家说，央行发了这么多钱，人均30000人民币，我没有拿到30000人民币，谁没有拿到的请举手。我看见你举手了，我看见你们举手了，你们剩下的全拿到了是吧？这个说法里头有没有问题？货
货币发行量增加了，我忘了45000亿还是应该是45000亿吧，43万亿。啊，你是准确数据？你是在看新浪微博吗？哦，挺老实的，告诉我上课的时候在看新浪微博。那个43万亿就是每个人应该3万亿，每个人3万亿，他说我没拿到。每个人3万，每个人3万人民币，但是这个3万人民币他没有拿到，你们觉得有没有问题？感觉好像我们大家都有意见，这钱不知道是被谁搞去了。事实上，这个43万亿在哪儿啊？其实是在这一层一层的不同的存款的流转当中。增加了3万亿，并不是人民银行忽然某一天印了43万亿说你们大家都拿走吧，对不对？并不是那么简单的这个分钱的这个问题。所以，但是他这个说法在我看在这个微博上有很大的这个号召力啊，这个话一出来说就是这样，都被哪个贪官拿走了，或者是有钱人拿走了，对吧？那么我们可以简单看一下我们中国的这个 M0、M1、M2 的这过去的这个状况。我提醒大家一下，那么这三个指标它是不同的这个作用。比如说我刚才说 M0 是现金有多少， M1 是狭义的这个货币， M2 是广义的。经济学分析最需要用的是 M2， 有的时候市场流动性是 M1， M0 就是现金在市场上有多少。我们通常会看到每当过年以前这个现金的这个 M0 的这个数量增加会很快，大家知道为什么吧？发红包和送红包，对吧？这样的话这个对现金的这个需求就会增加。那么但是一般来说如果做经济分析的话，看 M0 和 M1 相对于 M2 的这个增长有不同的看法。举个例子说，一般来说是 M2 增加比较快， M1 和 M0 增长相对比较慢。如果忽然有一天大家看到 M0 和 M1 增长速度非常快， M2 增长不太快，大家想一想可能有什么样的原因。我们的这个噪音很大呀，啊，大家猜有什么原因啊？对，这个里头如果是看到这个现金数相对的这个比例增加，或者是狭义货币就是活期了，这些这个存款的数量增加比较快，比长期的这个增加快，有什么样的可能？有各种各样的可能，但是大家可以想象两种。第一种是如果是通胀上升比较快的话，你不太愿意把你的钱给锁住，对不对？你就想着哪一天我实在不行我就把它给花掉了，就买肉吃了，对不对？你否则把钱放在一直放在银行里头就不赚钱。第二种很可能的就是对银行的金融风险系统性风险产生了问题，产生了怀疑。这样的话我就钱活的，我什么时候想走我什么时候就可以走。所以对很多分析金融危机的人看这几个指标的相对变化非常重要。如果你看到所有的储户都尽快的把他们的钱变成现金，变成短期的这个存款，说明他们对银行的金融风险已经是非常担忧的程度非常高。所以简单的看，一般我们看货币供应量增加快了，对经济发展有利，所以经济增长可能会比较快。货币供应量高了大了，也许通胀会有变化，但是实际上这个指标非常简单，但是对我们的市场分析、经济分析有很多我们可以这个延伸的地方。股市的指数会怎么样走？你可以通过流动性的分析，当然流动性只是一个指标。通胀会有什么样的走势是一个很重要的指标。经济活动会怎么样有一个指标，所以各种各样。那么这上面我们这个有两个图给大家简单的看一下。左边的这个图是两个，
第一个是这个货币红线，是 M2 广义货币的这个供应。右边这个蓝色的这条线是 CPI。大家可以发现，这上面说的一个简单的道理，实际上是跟我昨天提到的弗里德曼的这个数量货币数量理论是相一致的，就是钱发多了，一般来说你的这个价格都会上涨。因为简单的来说，我们在一个经济当中，价格是由什么决定的？价格也是由货币的数量除上产品的数量，对不对？当然这是一个简单化的，大家不要把它给极端化，只是帮我们理解的一个框架。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钱发多了价格会上升，就是这个趋势。但是我们在过去说，很多人说超发了货币了，多发了货币了，这个里头也有问题。是不是货币发多了一定会出问题？不一定，对不对？你看我们过去10年，我们的这个货币这个供应量增加了大概有600%，但是我们的 CPI 上升了多少？20%。说明什么？说明有很多钱都增加了，实际上但它并没有增加这个价格。这里头有两个因素，第一个因素是因为你的经济规模扩大了，对吧？ GDP 比10年以前已经扩大了很多，当然你对货币的需求就会增加，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是金融深化或者货币深化，就是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同样的经济对货币的需求的数量会越来越增加，对交换的需求会越来越增加，对于我们的这个货币供应量，这个当然货币供应量会增加。大家可以举，我给大家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比如说在改革开放以前，改革开放以前同样的一块钱的 GDP 它不需要多少货币，货币需要量非常少，因为大多数产品都是由国家计划来来回回的调拨，它就不需要钱。今天的这个100块这个货币是 GDP 可能就需要很多的这个货币，这个就是我们所说的货币深化。同样的经济规模所需要的货币的这个数量已经大幅度增加，但是这个增加不一定意味着一定会有通胀的这个压力。当然了，我们现在很多人这个我们看这个图很有意思，看着这个现在都担心很多价格。现在我们担心的，很多人担心的一个问题，昨天我也提到了，价格涨得比较快。我们看这上面推上去的都是什么东西哈？看上去好像是有粮食有酒啊，价格涨得非常快，据说是50年的茅台已经卖到150万这个人民币一瓶。我们反正也不喝，其实也无所谓了，对吧？但是总体上来说，所有的这些价格现在涨得非常快，确实是跟我们的这个货币发行多了有关系。那么这个对我们来说，我想跟大家说的，这张图上面其实就是两个简单的道理。第一个道理就是我说的弗里德曼的这个货币数量理论 Money Quantity Theory， 钱多了对价格可能有压力。但第二个，大家不要把它给简单化，不是说超发货币一定是这个到了世界末日。前一段时间也有记者报道说，哎呀，我们去年央行超发了这么多货币，然后说这个经济肯定要出多大的问题。钱多了发多了可能会有问题，但是不是钱发多了一定会有问题？不一定，因为有一个货币这个金融深化的问题，这个我觉得值得我们这个关注。刚才说的这个在计划经济年代，有的时候我们也不需要那么多货币，我们有很多这个票证，对吧？票证实际上也是在交换当中所需要的。举个例子说，我以前我在上这个中学的时候，寄宿在学校，到了这个学校去上学，除了要带一点钱去以外，还要带粮票。1984年的时候，我到北京来上学，我们这个人民大学这个发粮票，还不但是有粮票，还要发粗粮票和细粮票分开来发。南方人都喜欢吃这个细粮，
最后现在过了20年，发现吃细粮的全是这个不健康的人。但是总体上来说，有各种各样的票据，在当年应该说是五花八门。这个上面的这个票据还都不是特别极端的，大家看到有这个布票和这个猪肉的这个票。当然有这些票，并不是说拿这个票去就可以给你买猪肉，拿了这个票还得有人民币才能买猪肉。那么上面我们今天介绍的应该就是基本的关于我们的这个货币的一些基本概念。如果我们下一个我们再来看第二则央行公布的这个消息，说是在这个2月8号，也就是2月9号，正好是我们的这个股市重新开市，对吧？前一天晚上公布了这个加息的消息，是把基本上是把这个一年期的基准的存款利率和贷款利率分别上调0.5%、0.25%，也就是说1/4个百分点。那么这个1/4个百分点上调了以后，我们现在的一年期的基准存款利率3%，贷款利率6.06%。听到这个消息，大家的第一反应是什么？听到的第一个反应是加息了。对，当然是加息了。反应各个都不太一样。如果是你这个在这个买了房子，你就担心这个按揭这个利率也开始上升。手机没在这啊。去年年底的时候，我在网上看见一篇消息，有一个女孩子，大概是26、7岁，26、7岁，说这个有一个男朋友很稳定，家里头都已经商量好了要结婚了，说家里给他提供一些资助，当然家里钱也不是特别多，就是帮他们俩付首付，算完了以后，两个人都要还这个，还要借一笔钱。当然两个人的工资我不知道是多少，但是算完了之后就比较紧紧巴巴。所以他写了一篇文章的这个标题就是一加息就不能结婚了。一加息了以后意味着什么？原来算得紧紧巴巴的这个还按揭贷款的这个利息的钱现在不够了，本来可能还可以每个人剩下500块钱的生活费，现在500块钱都没有了，就结不了婚了。所以你们的，我刚才说加息了以后你们什么反应，你们的第一反应是说加息了，他的第一反应是哇塞，结婚结不了了。这个后果很严重。如果是这个投资的人，感觉就是可能股市要往下走，但事实上后来也没有特别往下走。那么利率对我们来说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指标，在中国现在也许还不那么重要，以后我们在讨论货币政策的时候会讨论有数量工具、有价格工具，还有其他的一些行政工具。但是从这个短期来看，那么从市场的基本概念来看，就是这个利率的变化对经济活动影响确实非常大。我们如果是看一下这个利息的这个基本概念，利息是什么？利息就是我把我的钱给你，过一段时间以后你把本金还给我，再额外给我一点钱，对不对？为什么要额外给一点钱？当然了，如果你们是同宿舍的那就算了，对吧？也不好意思这个一天到晚在一起。但是从经济的这个市场的运作来说，一般来说我把钱借给你，你完了之后你要多给我一点。为什么你要多给我这点钱？因为你要补偿一个东西。补偿的一个东西，第一个就是我把钱放在你那里了，我本来可以去买一双运动鞋的，我就买不了了，我的这个钱是有时间价值的，对吧？我本来今天可以请女朋友吃一顿的，要到1个月以后才能请吃一顿，那效果可能就不太一样，所以有时间价值。第二个当然是流动性风险，就是钱出去了，这个更重要的是违约风险，我把钱借出去了，
也许你不还我了呢，对不对？当然你还我最好，也有的人不还了，不还了他有这个风险，还有通胀的补偿。所以说简单来说是四个补偿：时间价值、流动性、违约风险和通胀的补偿。我今天把钱给你，一个月以后你还还我100块钱，100块钱你觉得当然没问题了，但是如果是通胀10%的话，我本来可以买100个苹果，我现在只能买90个苹果，这就是我的损失，对不对？所以我把钱借给你了，你要一个月以后你还给我，比如说还给我110块钱或者105块钱，这个就是补偿。所以利息它是有道理的。那么利率一般我们知道，利率就是一般都是用%来表示，就是你的这个钱扣除上这个你的这个。但是利率事实上是多种多样的，有各种各样的，这个具体的我们就不讲了。我想大家都能感觉出来，由这个按照阶段时期来分，有不同的利率，对吧？年利率、月利率和日利率。按照这个市场和政府的这个关系来看，我们有这个市场利率和官方的利率。我刚才说的人民银行提高存款基准利率和贷款基准利率，这个是市场利率还是官方利率？官方利率。但是真正的这个商业银行的利率，它又是半官方半市场，因为是按照这个基准利率，然后有一定的浮动的这个空间，具体的我们也可以以后再讨论。很重要的一点，有名义利率和实际利率。名义利率比较容易理解，什么是实际利率？谁知道？减去通胀。所以现在有很多人说，如说为什么我们现在在这个社会上有这么多的这个投机商，就可能是因为你的实际利率是负的。实际利率是负的，相当于什么概念啊？相当于你每年把钱留在银行，一年以后你把钱拿出来的时候，你的购买力已经不如一年以前了，即使补偿上这个利息也已经不够了。举个例子说，我们现在看很简单嘛，对吧？我们现在的通胀是多少？5%。我们现在的利率，一年期的存款利率是多少？3%。我把100块钱存到银行里头，到一年以后，我变成了103块钱。但是103块钱已经不如今年的100块钱，因为通胀是5%，对不对？这种情况下就导致很多人去投机。在这个金融危机的时候，大家都说叫现金为王，现金为王就是投什么都不好投，所以就把钱给拿出，就留着现金放在银行里头，这是最保险的。买任何资产过了一个月以后就跌了20%了，还不如现金是最好的。今天这样的环境，谁在买，谁在现金为王，那只能是净损失了。所以为什么大家觉得炒房子的压不住呀？我把钱放在这个银行里头，实际就是亏钱，放一个月亏一个月的钱，放一年就亏一年的钱，所以要炒啊，对不对？但是如果是炒什么呀？股票买了，很多人说叫什么杨百万出去进去，怎么杨白老就出来了。并不是所有的都是这样的，但是确实散户赚钱不容易，而且现在这个市场状况，从这个1000多点以后赚钱不是很容易。我一直觉得炒股票不是一个容易的工作，不是每个人想象都能做的事情。它的最大的问题就是你买了，也可能过了一年以后，也许你赚了，也许一年以后什么都没有了，对不对？我们也没有很多其他投资的这个渠道，所以很多人就去买房子。那么这个跟我们的实际的负利率有关系。固定利率和浮动利率相对来说比较简单。我比如说我们现在按揭要买房子，30年的贷款，银行问你说你想要什么样的利率安排。利率安排有两种，一种是固定利率，就盯死了以后30年每年都是6%，
或者是浮动利率，按照基准利率上浮两个百分点，基准利率是多少加两个百分点，那么这个时候有的人喜欢固定利率，有的人喜欢浮动利率，可以理解对吧？昨天我们说有的人喜欢风险，有的人不喜欢风险，还看你是怎么预期。你预期以后是这个人民银行不断的加息，你可能喜欢固定利率，对不对？如果你预期人民银行要不断的减息，你可能喜欢浮动利率，因为越减的话你的成本越低嘛。当然还看你的这个初始点，所以各种利率都有。那么短期利率长期利率我们就不讲了，有一些概念我们可以回过头来再看。那么这上面的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长期这个名义利率和实际利率，蓝色的这条线是名义利率，棕色的这条线是实际利率，中间的差就是它的通胀。对经济活动来说，经济分析我们更多的是看实际利率，但是名义利率当然也非常重要。那么这个是美国的这个利率，如果大家有数据在 CEIC 或者是央行的这个网站上把数据下载，同样可以得出来这样的一个结论。你会发现如果用存款的话，我们有很多次都是到了负利率，负利率的时候银行的流动性就管不住，就会有很多钱出来。在这个利息的这个计算上我就不具体讲了，简单的来说有两种，一种是单利，一种是复利。如果学过财务我相信你们都很清楚，但是中红里头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教过。但简单来说就是单利的话，你不考虑这个利息的再投资的问题，一年是4%就是4%，明年还是4%。如果是复利的话，就是今年是100块钱，到年底的时候就104块，明年再算4%的话，就把这个4块钱又放到本金里头再来算。所以这个两个公式，第一个这个公式是这个单利，后面的这个公式是复利，其实道理是一样的。那么这个复利和单利的差别随着时间的推移，时间越长差别越大，一年的话当然没差别了对不对，两年的话差别也不太大，但是如果50年的话你会发现差别非常大，这个就是一个基本的这个区别。那么如果我们这个公式我就不这个具体不讲了，大家回去可以自己去看一下，很简单，无非就是把几个变量大家看一下它代表什么。这个我们以后做作业或者考试肯定是要给大家这个测验的。那么第二个概念跟利率相关的是一个现值。现值是什么意思？现值就是把未来的现金流用一个贴现率把它折算成今天值多少钱。一个比较极端的例子，保险公司，比如举个例子说，有一个保险公司，比如说这个看这个赔，有一个这个车祸，有一个车祸，比如说把一个小伙子把一个老头都给撞死了，撞死了以后保险公司就要理赔，理赔的时候这个他是代表这个司机，因为肇事的这个司机，那么应该赔多少钱？我不知道我们国内的保险公司是怎么算的，但是这个国外很多保险公司他就算，第一看你是这个多少年龄，你未来还可以工作多少年，你现在的收入是多少，你的工资增长的潜力是多少，也就是说你未来每个人的这个能赚的钱不一样，年份不一样，这个计算的最后的结果把这个钱都贴现到今天，你每年以后可以5万块钱，但是越远的话贴现到今天就越少，对不对？除上同样的一个贴现率，最后得出的一个结论是什么？结论是年轻人赔的钱比较多，老年人赔的钱相对来说就比较少。当然了，我们今天讨论的不是这个社会道德问题哈，我们就是简单的说一个计算公式。我曾经看到有一个报道说，这个有一家航空公司就是这样算的，有一家航空公司飞机上有很多人都出了事，最后算的钱，第一是年轻人和老年人不一样，每一个国家的人也不一样，
在美国他赚30000美元，在中国赚5000人民币，没法算。所以，但是他的这个道理是什么道理？就是你把他的这个贴现到今天，一共是多少钱？这是你的这个价值。那么这个具体的例子，我就不看了。这个。我们看一下这个利率里头的一个特殊的这个概念，就是我们通常说的收益率。我们有的时候比如说说美国国债，美国国债的收益率我们有的时候也把它叫做市场利率，而且大多数都是看这个长期利率为主。也就是说比如说美国10年期的国债现在的这个收益率比如说3%、4%，4%它实际上是什么？实际就是一个市场的利率。那么这个收益率当然是说1块钱的这个本金一年以后有4%的这个收入，100块钱、10000块钱都是这样子。那么这个收益率非常重要，在我们的这个经济金融市场里头非常重要。有的短期的利率像比如说拆借市场，我们现在知道在中国 SHIBOR 美元 LIBOR，它的这个利率很多都是看隔夜利率，联储基金它看的是隔夜利率的这个目标，比如说它现在的目标是0%到0.5%之间，它的这个就是目标。它干预的是拆借市场，它的目标就是要盯住，就是一个晚上的这个利率，长期的你可以30年，这些利率都是在市场上决定的。那么收益率其实是债券市场上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概念，但是债券的这个工具可以有很多种，简单的比如说有普通的这个贷款，那就是不是一个债券，是一个债务，那么就是我把这个钱借给你100块钱，4%的话一年以后你还我104块钱，就这么简单，对不对？这是一个简单的这个借贷业务。如果是相对复杂一点，我们知道在这个按揭贷款就是分期付款，你借了10万人民币买一个房子，你不会说到10年以后一起还给你多少钱，而是说每个月还多少，最后你会发现你把所有的钱加起来都还给这个银行，你的钱是远远超过你借的。但这里头因为有一个贴现的问题，也有一个你的这个现金的这个利息的问题，所以最后我们后面可以看一个简单的这个例子，就是你在每一个月都在还的时候，你还的实际上是本金加上你的其他的这个补偿，对银行的补偿。那么息票债券就是相当于你是有买了一个债券，它每个年给你付一个固定的利率，像我们的国债好像是类似于这样的，就是多少就是给你多少，定下来了就不变了，每次3%就3%，5%就5%。永久债券那就是其实是一样的，只不过是它不到期的这个债券。那么最后一个是折扣这个债券，折扣债券它实际上是不付利息，但是道理是一样的，就是我比如说这个面值是1000块钱的国债，我卖给你的时候可能是卖给你700块钱，但是我不付利息，但是到期末的时候你可以到我这来领1000块钱。但他就他的这个形式不太一样，但事实上从投资的角度的这个应该说道理一样。那么我们在这个上面说的到期收益率是什么意思？就是你持有这个债券到最后到期了以后，你再把它总起来来计算你的回报是多少，收益率是多少，或者你的利率是多少。跟它相应的是一个持有期的这个利率，因为我们比如说买一个美国国债，10年的美国国债，对吧？我可以持有到它到这个到期，我也可以在中间把它给卖掉了。这两个利率的计算是不太一样的。到期的利率的计算的关键在什么地方？你到期的时候它是多少，它就给你多少，就这个价格就不会再变了。面值是1000块钱就是1000块钱，但是你买的时候是多少，这可是有关系的，对不对？如果没有到期，你的持有期的这个报酬，你的回报就不太一样。
我可能800块钱买进来，我可能900块钱卖出去，但是你也可能900块钱买进来，800块钱卖出去。这个什么样的这个因素来影响，我们后面会说，主要的一个因素是个利率，但是还有很多我们债券里头考虑的，比如说风险啦、流动性啦等等都会影响。那么最关键的就是说要学会怎么样计算我们的这个收益率。收益率第一个例子就非常简单，如果是你借了1亿块钱，你到期了还了1亿1，那么你的这个利率就是收益率就是10%，对吧？这个比较简单。但是如果是分期付款，相对来说就比较复杂。我们从这个公式上面来看，借了1000块钱，然后每年还这个126块钱，你的最后的收益率是多少？12%。为什么这样算？头一年的时候你的这个收益率，第二年的收益率，第三年的收益率，最后你计算一个收益率是12%，这是一个，就是大家知道这个公式就比较容易它的这个计算。息票其实也是一样的，但是这个息票里头有一个唯一的差别，跟前面相比有一个差别在什么地方？有一个差别就是最后一项有一个 F， 跟分期贷款、分期还款不太一样，大家能理解。分期还款是每年还126块钱，到期末了也是126块钱，对不对？还25年，还25年，25年以后每次都是125块钱，不会变，对不对？息票的这个差别在什么地方？息票的差别是你每次都付我利息，但是到期末的时候我这一张债券还值多少钱，票面价值，所以要把这个钱一起给算回来。 P 前面的这个 P 就是你现在的这个现值，这是唯一的差别。那么如果大家如果理解这个公式，当然后面这个就更容易理解了，对吧？永久债券就是永远没有到期的时候，到最后下面变成多少？这个无限大次方，不断的可以计算下去。当然到越到后面这个数字越小，越到后面这个数字越小，因为你贴现的次数越多，最后的现值越低，最后的数字可能逐步的这个趋向于零了。折扣这个债券最简单，折扣的债券就是你到期末的时候是一共就是多少钱，就是多少钱，然后把它给贴现到现在，这个贴现率是多少，你就这个债券就值多少钱。但是这个债券值多少钱不一定你就是市场上买的是多少钱或者卖的是多少钱，这个我们以后可以在讨论债券的时候可以讨论。但是这个概念很重要，一般来说对于这个债券市场来说，你的利率越高，债券的价格越低，债券的价格越低。所以说什么时候应该买债券，什么时候不应该买债券。比如说最近我们看到很多这个市场上的评论说，这个很多国家的这个债券基金现在表现都不太好。为什么债券基金表现不太好？因为很多国家开始加息，加息了以后就减少了对债券的需求，债券的需求一减少，债券的价值就开始下降，它的这个价格和它的这个利率之间一个负相关。这上面只是一个简单的这个例子，假定说是一个10年期的债券，票面的金额是1000块钱，那么你看现在的这个价格，如果是这个价格是卖给你，如果是这个1200块钱，如果1200块钱卖给你，10年以后给你，你能一共能得到多少钱？到期末的时候，一共从现金的这个绝对值来说，当然是2000块钱了。但是每次10%的这个买10%的这个钱，你要把它贴现的这个程度不一样，
如果我们回过头去看刚才的这个公式，最后它的这个债券的这个到期收益率就是7.1%。如果你现在这个债券是900块钱，你的这个收益率到期的收益率就会比较高，11.75%。这个比较容易理解吧？你现在花的钱少，到期了你的收益率就比较高；你现在花的钱多，到期了你的收益率就比较低。但是市场也是这样变化的，每当。